规定的表情，规定的外形，设计好的情绪，遵守着数据，遵守着设定，保持暧昧距离，哼着随处可见的字句，配合着最流行的旋律，却要求着从人海脱颖而出成为话题。我面对着人流谢幕的方向，陷入了迷茫，以为好长，为愿望还是谁欲望？灵魂最强烈声响，你将会记住的不是偶像，而是快乐的星光。而是自由的信仰。